着有爱气下砸的他四驱狼，四驱狼，四驱狼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又系同一个梦喎！啊，佢都系咩车嚟咧？啊，四驱狼啊！快啲起身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妈，你拎住张刀做乜嘢？嗯，哎呀，我正话啱啱喺厨房劏紧鱼，咪攞埋把刀入嚟咯。哎呀，哎呀，真系俾阿妈你吓死我啊！哇，好嘢啊！样样都是我最喜欢吃的，今次真是有口福了。今天是你初次比赛，当然要吃好一点。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买了什么东西？你不要琴琴声挂着吃啊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吃之前要做些什么呀？哎呀，是的，不记得了一点。妈妈，爸爸，今天是我初次出赛啊，请你在天国保佑我啦，我一定会旗开得胜的。阿嫲，我出去啦。喂，咪住啊！哦，咩事啊？嗱，拎呢啲嘢出去啦。哦，喂，咩嚟啊？你打开睇下啦。嗱，你爸爸而家同你一起啦，唔好辜负爸爸嘅期望，要俾心机至好啊，知嘛？知啦，我会嘅啦。多谢你阿嫲，我有信心会赢嘅啦。我是啊，我阵间会去同你打气噶。四驱狼登场。大家都仲未到喎，唔好啊！你好过分喎！太过分啦！咁水皮嘅模型车啊，就想参加比赛啊，收埋屋企玩啦！今次比赛啊，实令我哋嗰队赢啫。今次啊，轮到红色嗰架啦。实俾佢撞到散啊！
真系激气啊！可恶啊！好嘢 啊！全靠你咋，全靠你赢咗佢咋，唔争气嘅，得个好嘢啊！你嘅技术啊，真系令人大开眼界啊！郑华嗰啲咧唔系技术嚟啊，纯粹咧就系靠特别设计嘅咋。嗱，等我讲下呢架车有咩特别嘅设计啊！原本呢款车咧系四轮驱动嘅，但系而家咧我将佢改成三轮驱动，一个后轮系冇动力噶。行平路嗰阵咧就冇咩唔同噶，但系当前轮离开地嗰阵咧，由于只有一个后轮系有动力，所以咧就会急速转弯啦。当然啦，为咗令前轮可以时时都咬住个地面咧，重心咧要稍微向后移，除咗设计之外，控制技术亦都系好重要噶。哎呀！大家明白未呀、啊、原来咁嘅，好犀利呀，好犀利呀，行开呀、啊哦、大胆呀、啊、快啲赔返架车俾我呀、啊、居然整到我架车跌咗落海嗰度呀，哎呀，似是自己架车大呢就蝦细车喎，抵佢跌落海啦，你话系咪呀，啊你呢一个小学生呀、啊、居然夠胆咁样同我讲嘢呀，梗係唔知我厉害顶啦，哎呀，係是领队啊，你哋是不是唔记得咗要同对手公平竞争噶嘛？啊，对唔住啊，领队，对唔住啊，细路，嗰架车嘅设计同你嘅技术都几好啊！我叫四驱狼，唔系叫细路啊！哦，四驱狼噶，呢个名都几古怪喎。好啦，我会记住佢。我使俾你记住我喎，好似好叻咁啊！四驱狼，我佢系冠军热门比洛基队同史家王队嘅领队，佢叫做松山。木户领队为咗赢，佢会不择手段，佢系个阴险嘅小人，你要小心佢。系比赛好快开始啦！等我解释一下比赛的方法先吓。第一次初赛，我哋会进行三个回合比赛嘅，以三回两胜嘅方式揾出优胜嘅一队。每一个回合每一队可以派出两部车，任何参赛者起码要参加一局赛事，比赛途中出轨嘅就会丧失比赛资格噶啦。大家明唔明白啊？第一回合嘅比赛即将开始啦，交手嘅两队分别系达修队同埋史家王队嘅。请两队队员去到起点集合啦！啊！吓、啊，木户领队一个人啫，达修队嘅队员去晒边度啦？哼，梗系怕咗我哋史家昂队，所以弃权唔嚟啦！达修队队员集合！轮子啦！哇！哇！哈！达修四号冲天炮，不追啦！我哋失赢啊！四驱狼啊，加油啊！阿嫲，咩话？又是系你啊！我要你再输多次啊！你以为可以赢到我哋史家昂队咩啊？睇下啦！前后四个窿。
都装咗高速态，仲加埋海绵式嘅避震器啊！特登改造嚟应付呢一场比赛啊，犀利啊！咁样真系难应付啊！哇！将我前轮咧特登改成咁大，睇落架车咧就好似倒后行咁样啊！嘿，使唔使得噶？呢一场比赛会好激烈，大家千祈咪轻敌啊！知道吗？各位，新进嘅达修队好快脆就要同史家昂队交手噶啦！评述员就系我哋嘅前户先生。多谢。哎呀，哎呀！各位参赛者嘅赛车已经准备好晒噶啦。啊，做乜嘢咧？真系好令人费解。史家昂队嘅两架赛车都调转嚟摆啊！调转嚟摆到底有咩好处咧？激气啊！可能整埋啲古怪嘢。开始啦！哇！哎呀，哎呀，好臭啊！哎呀，做乜嘢啊？哎呀，今次弊啦，开步迟咗，激气啊！咁样啊，点解咁大阵臭味噶？哎呀，佢哋正话梗系食咗蒜头啊，大飞皮啦！史嘉昂两部车领先噶，而家转第一个弯啦。呢架车跳得好高啊，真系冇得顶啊！落地好稳定喎，有咩咁叻啊？我一定可以追到你哋嘅。嚟啦，我要跳得更加远啊！哇，佢跳得太尽啦！咦，弊啦，出咗鬼添啊！但收到呢部车，因为开到最高速嚟跳，所以出咗鬼啦。跟住系胜利者。哇，系太着重车速啦！达修队嘅车咧，睇嚟似乎唔系好适合走呢一条跑道喎。史嘉昂两部车冲线啊！胜利者输咗啊！胜利者点会输噶？真系难以置信啊！激气啊！史嘉昂队咧太卑鄙啊！竟然出到蒜头好戏呢招啊！咁可恶啊嘛！咪乱噶嘛！史嘉昂队系以实力取胜。你哋之所以会输，系因为太过自傲啊！佢哋之所以将架车倒转嚟跑，系想将重心移前，令跳嘅时候唔会冲出轨道。你哋乜嘢预备都冇，就咁想赢啦咩？哥哥，四哥，等我出场啦！我嘅跑车啊，喺达修队中系最重嘅一架，唔使惊会跳过龙噶。等我嚟啦！哇！第二个回合的比赛即将开始了，只要忍住呼吸，就不用怕蒜头口气的攻势了。我今次实赢的，我似乎忍得太早了，好辛苦啊！嗰度进发，跳得好好啊！哇，火焰羊落地引起嘅震荡，令到两边嘅史嘉昂车掂唔到地。达修五号嘅母娃娃飞跳啦！如果特登慢啲嘅，就有啲咁嘅好处噶啦。达修队首先冲先，好嘢啊！好嘢！哇，好嘢啊！睇唔出胆驱狼，体型虽然钝啲，但系几有脑啊！能够胜利，全靠胆驱狼挨得住嗰啲蒜头味嘅啫。我梗系挨得啦。问题系咧，决胜嘅第三个回合，我哋有一个人要再出多一次场啊！众驱狼啊，不如俾我出多一次啊！四驱狼，我你学轮子咁，将架车速度改慢，
咁样就俾你出场都冇问题嘅。唔好讲笑啦，将架车嘅速度改慢，仲有机会赢到人嘅咩？而家咁样情形之下，你哋输紧啦。要我点做好呢？爸爸，爸爸，你教我点做啦，爸爸。哎呀，哎呀，乜咁大风啊？快啲闩门啦！哎呀，哎呀，撞鬼啦！快啲闩门啦！嗯啊，有办法啦！我下一场咧一定要出彩啊！四驱狼啊！做乜嘢啊？四驱狼，你做乜嘢喊啊？哎，你方唔系啊，明知输紧所以喊明先咩？收声啊！难闻啦！哎呀！我啱啱咩食咗个省洋葱特大汉堡包啊！我呢阵口气咧，系嚟过所有人嘅口气啊！第三个回合嘅比赛好快就开始噶啦，咦奇啦！冲天炮亦都调转嚟摆喎，吓！分居狼，你将架车调转放啊？用呢一个方法好适合呢一条跑道噶。好啦，决胜嘅时刻开始啦！四部赛车中有三部系调转嚟跑噶，真系前所未见噶。胜利者，然后是史家王的车，准备跳高啊！哎呀，正蠢材啊，连定风翼有事都不知道啊！是啊，原来为了防止跳高的时候失去控制咧，佢哋嘅定风翼是经过特别改良的。哇，好嘢喎！姐同佢嘅情形又系一样啊！唔系啊，比郑华快咗好多啊！啊！睇住啦，呢一啲咧就系我嘅特别设计啦，无增压空气制系统。咩话？啊！车身向空中反开嘅。利用空气的阻力来控制车速，这样跳高的时候，那架车就不会因为冲力过大而失控。好犀利啊，胜利者加速啊，速度好快啊！四驱狼的胜利者力压史嘉王两架车，他们转第四个弯啊，相当快啊，现在进入直路了。好嘢啊，四驱狼啊，冇机器俾你抢晒我嘅风头啊！又系好嘢，赢啦！胜利咧，永远都系属于我哋大修队噶。系啊，讲得好啱啊！四驱狼唔好开心住啊，知嘛？同山领队，其实史家王队咧，只不过系比洛基队嘅后备军嚟嘅啫噃。你话咩话？而睇住嚟啦，下一场比赛嘅对手咧就系比洛基队，到时啊你就会知道全军覆没啦，系咩滋味啦！見失うなよ大きなゴールを